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S Industry， 今天就上涨了超过2%，它今天突破了这个筹码主力线的回撤线，突破了这个 POC， 突破了这个筹码峰，更早之前就已经突破了200天均线、紫色线跟蓝色线，基本上它的形态是很漂亮的。它的下一个主力就是这一个，大概就是在 1.20 左右。如果明天它还是青色蜡烛开青色，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直接的买入信号。如果明天开红啊，这个就暂时看一下吧，等它出现青的时候再看一下要不要进场。这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